就在锦州市电大斜对个这嘎达呀，发现了一家呀高帮着水仙包子小饭馆探探探探他家呀，一到饭后是高朋满桌，笑语欢声，一屋全是酒蒙着。啊、老板呢？咱家干多少年了？二十多年了。哎呀，二十多年了，人呢？啊，那老管着了，兄弟们呢？咱家主要特色就是高帮着水仙包子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高帮着水仙包子太亲民了，太好吃了，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我信你个鬼！我的造型怎么样？我的表演怎么样？我的造型与表演呢？锦州市人民大爷孩子都得意我呀！太好了，没错，我精神不正常。蒜苔炒鸡丁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。这道菜给你炒的有红是白的，根儿哥呀呱呱的一劲儿的就往嘴里怼呀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根儿哥频频点头啊，又挑弹幕哥了。油焖花生米这道菜啊，是又下酒又下饭啊。他家的小花生人啊，全是农村家庭妇女揍的。农村家庭妇女揍的小花生人啊，是不打农药无公害呀。哎呦我去！他家的伞搂着是不远不近45度，根儿哥呀大嘴张的都喝出好来了。他家的回锅肉啊揍的真香啊，兄弟们的看着有红是白的，回锅肉这道菜能不香吗？兄弟们的根儿哥呀呱呱的一个劲儿就往嘴里怼呀，好喜欢。我就爱吃肉啊，根儿哥呀又挑弹幕哥了。Fuck you！ 他家的主要特色就是高帮着水馅包子，水馅包子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兄弟们呐！太好了。水馅包子主要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，鲜嫩多汁儿。我太得意了，好喜欢。吃水馅包子，我必须给他来点蒜酱啊，兄弟们呐！高帮着水馅包子是锦州传统风味名吃。我的天哪！高帮着水馅包子，它是由山东人杨树吸收天津包子、开封包子、保定包子之所长，经过创新而成的，其独特的风味名扬东北三省。皮儿薄馅大，鲜嫩多汁儿，根儿哥呀不顾形象啊！呱呱的一个劲儿的就往嘴里怼呀，这吃的这造的，今儿个呀根儿哥呀可开斋啦！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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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妈，我的老太好了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